我们帮你多刷了大概12笔。那你先找你附近离你最近的 ATM。ATM。志熙有被骗过，他也是20万。这是不能说人家的坏话，本尊就来了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见我，然后跟我结婚。约好了时间，然后那个时间比如约了7点，然后7点打电话来，我就很开心。他就，我逼。周一、周二晚上10点半，3立台湾台24频道，阿姐万岁。